那 A 品上啊、哦、环境转入具中，通一法入清净，通一法入清净，通清净入即个发心啊，入即个发心。那清净你就一定得发心，你不清净，你就一点啊办法你都无。那即马讲即个清净出两种果，所以讲因地讲何定两种啊，一种气色跟清净。气世间清净啊，气世间就是讲，给了世间一切的造作哦，气世间清净，理解众生世间清净啊。那么气世间清净者，如像说十七种庄严不透功德行净，也就是啊，这个气世间清净啊，叫做世名，那就是叫做。那头先讲的，这十七种的，哎。庄严不堕功德成就，就是叫做气世间清净。众生世间清净的，如向说八种庄严不功德成就，四种庄严菩萨功德成就，就叫做众生世间清净。如是一法故，立两种清净的因地。也就是讲，众生为别部之体啊，那么国土是共部之用啊。别部的是讲只有你个人享用，你伫娑婆世界。啊，还是伫个教育世界，你修偌济福，啊，你做偌济业，你得报应偌济。所以别报的是你，只有你个人的。比如讲，我这个辛苦啊，我这个辛苦，我会报应，我会报应讲，人细汉哦，啊搞破病，我顶是人的职业，职业杀生可能伤过重。哦啊，我今仔日有小可一点点啊智慧，哦，背车较紧，有一点记忆力，哦，哎。那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修行啊啊，那、啊、所以讲，这个别报的攻击，咱自己也当感受呢。我外别报，你袂当甲代替啊，你的别报我嘛袂当甲你代替啊。所以国土为强国之用，这国土是大家拢大呀。那、啊、退用是不一的哦，袂使讲一的啊哈。所以啊，应该怎样？人诸法心行啊，人种种法心行，无疑境界，无疑境界啊。哦就是讲众生急气啊，啊急气世间呐、啊，众生就是有情啊，急气就是气世间，就是无情啊，啊众生是有情世间，急气就是无情的世间，互不得意，也不能说不一样，而不得一啊也不一，则一分啊，所以讲啊，不得一不一则一分，不一同清净，不一就是啊相同是清净的。意思讲，气世间、有情世间没有什么不同，因为大家有个共同点，就是清净。那么气讲的是用，也是讲比极乐世界净土是比清净众生之所受用，所以名叫做气。如净啊，清净色啊，是用，诶，这是一个比如啦。比如净色啦，哦，比如讲清净的食物，用这个不清净的物件，用这不清净的物件，哦，对起来。那么啊、因为气不清净啊啊、所以家的不清净。那么不清净啊是湿的啊啊用这个这个清净的这个物件对起来，那么家嘛不清净。就是讲啊爱气清净啊啊嘛啊那个这个不清净啊两项隆重啊。只要一项无清净，你都无清净；要两项拢清净，才算讲清净啊。但是这个清净讲真正，跟这个咱这众生的分别心哦，我它真重。所以我常常拢讲安尼啦吼。哦，你若要清净，当然就要到极乐世界啦吼、哦。你讲那娑婆世界，吼，咱的心的作用都非常厉害啊。比如讲哦，咱来去买一个迄个筛糖哦，流汤，我流汤。就因为是拢无用过，嘛就叫做好念吼，做好念啊，咱摕来煮菜汤吼，菜汤，摕来煮菜汤哦，来哦，啊，今日煮火锅哦，我来哦，啊，螃蟹流汤哇，啊，你看，食着感觉怪怪的，啊，其实伊无垃圾啊，伊无垃圾啊，啊，伊是咱的心理的作用啊，啊，心理的作用，我伫个这个中山堂，我来讲过，我讲，这个行船呢，哦，去行船，啊，伊去这个澳洲，啊，这个啊，去个法国啊，啊，去法国啊，买一个迄个物件，哦，真水的物件倒来，啊，真水的物件倒来，哦，啊，这种唔敢捧出来，唔敢捧出来，要唔敢捧出来哦，有一摆
板凳请人，板凳请人，哇、哦，这国外的人回来，板凳请人，讲、哦、哇，这是真珍贵的物件，哦，啊，这我煮煮的龟壳捧出来，哦，啊，迄、那个，大家一开始诶，食个真欢喜啊，食个真欢喜，这个国外的朋友较慢来，伊就不多给法国的知影，一看到惊一个，哦，惊一个，讲哦，啊，你呢，用这款呢？对这个菜汤，伊讲，我这铁砂拢唔捌用呢，这都爱贵宾来才有用。伊讲，你刚刚这个在从啥？伊讲，我唔知。伊讲，这是法国人破皮破真严重，我咧放尿用呢。哦，怎啊走去便所开始，大家拢走去吐，吐啊，无讲无吐啊，讲一下，怎开始走去咧吐？哎，艰苦，啊不暗时啊人咧放尿用的，啊不就破皮人爬袂起来咧用的尿壶啊。所以讲，咱人吼，三无世界众生吼，讲真个心作用非常的厉害，非常的厉害，嘿，非常厉害。啊，像有一摆，我看了一个影片，我看了一个影片吼，一个武术啊，一个武术吼，吼，一个武术，哎，真厉害，真厉害，哇！哎，伫个这里，你讲剑道了，哇、哦！安尼吊当中了，对，啊，走，再来，哎，挂落去深窟内，挂落去深窟内，时阵脚吼断，哦，脚断去，脚断去，啊，即摆无讲断啊，足严重个吼，啊，即摆突然间一个穿白衫，白衣小姐，哎，暗暗的吼，啊，白衣小姐讲来，啊、哦，这大劫，啊，我甲你医治，我对这方面小可了解，哦。很棒啊！呢，哦，阿姐咪就，哦，阿呢，即靠阿呢个，个治疗，哦，治疗，啊，去暗吼，两个就产生感情咯，哦，阿就阿呢，阿就啊，我袂使讲清清楚吼，阿就离开吼，有一段的那个，吼，不可说，不可思，不可议，不可说吼，不好说阿呢，阿就离开吼，阿离开，而且离开的时候喏，阿即个即嘛即个大劫啊，大刚在咧思念啊。吼、哦，大家在咧思念哈，啊，咧思念，这个过年咪穿白衫啊，暗暗啊来个叫啊，大家在人讲真水啊，嚯、哦，还是就先天比如啊，拄着人的时喏，哦，啊，就安尼来讲，有他有一段艳史咯，安尼我袂敢讲安尼，我咧真洋洋得意，吼、哦，经过十几年啊，啊，迄个我生一个早囝，我经过十几年吼，啊，尾啊吼，啊，这个老的，这个是金脉啦，人叫凤姑，你听嘛，凤姑啊，凤啊哈，凤山的凤，凤姑啊，啊，伊咧有一摆时阵，啊，即嘛要离开时阵，一人吼，拢这金啊，都掠到两地了，对啦吼，啊，伊早一边也早一边啊，哦，啊，前过十八年啊，伊老囝拢真大汉啊啦，啊，即嘛有一摆吼，伊咧讲啊咧，吼，讲着讲伊救一个大劫咯，安怎？啊，这大劫哦，伊啊，这个手棍啊，一半呢，啊，伊啊，一半呢，一看见，哦，这是有够歹吼，哦，等于哦，伊咩啊，伊就啊，找到伊哦，伊就要嫁伊吼，哦，你唔当安尼，拜托我，求求你，你饶了我吧。伊讲啊，你叫我饶了我，那你那一天晚上你都对我这么好，伊讲、啊、那是看不清楚。我看了之后，我就一个感受，就是讲，所以什么代志呢？唔知吼，茫捌先济吼，就较有美满的感觉啦。啊，那捌了叫透视去哦，就较无美满，没有美感啦。所以什么事情哦，尽量哦，不要看缺点啊，无你真歹过日，啊。这是一个故事，讲人要清净啊，爱心清净，跟外表清净啦，吼，这是三宝世界比的，下面哦，是以清净名，必然两种，第一，啊，讲众生清净啊，就佛跟菩萨啊，比诸人天得入出清净啊，所有啊，讲众生清净，这是佛跟菩萨比诸人天得入清净吗？答，讲得名清净，一定清净。哦，非是清净，就是唔是讲全部清净啦。譬如讲出家的圣人，依杀烦恼七果，所以名叫做 BQ。凡夫出家，乞丐破戒，改名 BQ， 隆重变成 PQ 就对。所以我就甲诸位讲，只要一现出家相，你就不管你乞啊破，你隆重恭敬三分，犹如灌顶王子初生之时，其三十二相，七宝即为所属啊。
虽然李陵为专轮王叔赢名啊，叫做专轮王，以其必为专轮王国，比诸林天也是安尼，盖立大乘正定之故，毕竟当地清净发生，比当地国得名清净，伊是将来伊一定会得到这个清净的啦。哦，那么就是讲究竟的所在，七十八页。再来就是讲这个第五显卡涅槃，讲如是菩萨色摩他毗婆舍那，色摩他就是定，毗婆舍那就是慧，讲定甲慧啊，啊功力修行成就流能心，这流能心啊，啊功力之上简单呐，啊讲这个机关呐，啊止观就是修定呐，就是止观呐，啊停止，然后观照，停止妄念就是观照。可以停止妄念，止就是定，观就是慧，啊，止观就是定慧的意思，啊，向顺修行啊，那么随顺一切啊，成不二心啊，没有对立。譬如依罪出影，清净相助力成就呀。下面，王主席的功力诸法，如是地者，如就是实相，你地呀。宫中二十九句啊，列中一句莫非实相，列中就是清净嘛，哈啊，他都咱讲拢总二十九嘛，哈、啊。如是成就啊，卡方便回向，如是就是头前讲的啊，较快啊，讲较少啊，拢是讲的实相，列就是一句就是清净嘛，讲就是二十九句嘛，啊是伊知影的实相，所以知影三界众生希望相。知影众生是希望，即生真实的慈悲。咱知影众生希望，伊错误在咧追求，所以咱就怜悯众生的慈悲可怜啊，慈悲可怜。啊，咱众生就是唔知影讲咱家己足可怜，所以咱一直家己感觉咱足够，啊，实在是互大智慧的人达得同情，达得同情就对。所以啊，我就看到迄可怜的，这个众生啊，我拢会甲讲一句话，我讲你若个性无改吼，即世的人你也无兄无弟无朋友无师傅无师徒，拢总断了了。伊嘛家己感觉伊真伟大，啊，伊就讲到到底是我就是外高拄外高，还是无得到，所以佛实在是高。愚痴的众生，他不知道自己有多愚痴。伊规工敢若会晓攻击别人呢？伊规工就敢若知影别人唔对安尼尔。他认为的哦，不是别人真的错哦，啊、哦，那就是众生的。所以做法师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讲百般的众生，每一种类的众生拢见得到，拢总见得到就对了。佫较歹啦，恶道有恰灵恰红的那个师父顶礼，师父顶礼真正呀，伊恶道啊，伊来甲我讲啊，讲伊师父我是倒一个恶道啊。啊！我因为有一摆坐计程车听录音带，计程车司机放互伊听，啊，伊听咧听咧，感觉有理啊！啊，迄地讲拜托你即地华少当来听，啊，这计程车司机敢那佛教讲好啊！哦，哎呀，足欢喜，我提当去听，就家去买，买了，伊就讲啊，安尼即条路行唔对，啊，即、這个佚佗人无底啊！伊拄啊听着即地啊，佚佗人无底啊！哦，咱今日咧做歹代志，啊，再来强强红来嫁你，也能不如做一金兵还。出去阿免惊人热情，啊阿免惊去用拍枪，阿免惊扫刀，拢唔免，啊你着足平凡呢，哦像我安尼，透早，哦我三点我爬起来看一，啊持咒的拜佛念佛，啊食饱就去行一哩，啊无人会对我安怎，对不？哦，敢那迄乌狗唔知影讲我是法师，你还狗啊？啊我叫对转来，哦伊若知影我法师，伊嘛唔敢啊，对不？啊伊唔敢，我逐摆去行到迄个所在，拢是只乌狗甲我对啊。那就还狗都唔知，我输你讲，迄个无法度的代志，你讲，嗯，叫对等啊，加速我运动的时间，管总那个，哎，加一点多二十分，加一点多二十分，哎，啊，也不一般了解人，嘛真尊重，你行到迄个所在，就是信道是马上中奖一千，要加一点人来赚一千，来挂好。行到一半都未到恁那边的时候，那边就是那导领啦，啊，就行，哦，师傅，我跟你话说，哦，讲一千，你看，啊，行一年安尼赚一千，
所以呢，咱那知影的人啊，对众生慈悲啊，对三宝的恭敬啊，知影啊，对不对？佛法难闻啊，佛法难闻。所以众生在希望的错觉当中，在追求啊，咱才是真灵敏啊，啊，真灵敏这个众生啊，啊。所以啊，有一天啊，我行在外口的时阵啊，啊，看到只狗，哎，规个规身躯啊，啊，哎，规个拢生只皮肤病啊，吼，迄款脸要摕去做迄个香肉都无够资格，啊，迄款皮肤病的狗啊，无人敢抬，啊，这连这狗吼嘛是足可怜的啦，讲真正，啊，迄款垃圾狗、毋食狗吼，迄款断绳狗吼，也无人敢抓，连迄款肉都无人敢吃，看我也多严重。这咱人呢，古时哦，也唔知道做轮回痛苦吼、哦，去看一寡动物的可怜的众生啊，任人宰割啊，呼天唤地啊，没有人应啊。所以啊，啊，咱来再讲，哎，起这真实的慈悲，赶紧将这个佛法跟众生讲，可以啊。你看，第一真实发心，就去真实皈依。你若有真实的皈依，有真实的佛教的真实的精神。你才会知道你要走正路，才会知道要修行，所以慈悲之归脚方便在下。下面有讲什么叫做菩萨脚方便回向呢？啊，就是菩萨脚方便回向，就是讲礼拜啊，那礼拜啦、赞佛啦、哦、观察啦等等，这五种修行啊，所集的一切功德善根，不为自己求安乐。啊！但愿众生求离苦，第二苦，我们不求诸心，诸其之快乐，欲发一切众生的痛苦，欲发一切众生的痛苦，所以作愿摄诸一切众生，那共同生彼安乐极乐世界，是名菩萨脚方便回向成就。所以我来这个艰苦，我就一直想讲，恁安的众生啊，经教未通，智慧无开啊，做师父的人啊，较艰苦的无要紧。哦，我这个胃安尼吐，安尼吐无当，啊，到个今仔日也未完全好。这暗时啊，这顿啊吃得有够艰苦，暗时啊，这顿安尼无吃得堪吧。这真规工拢好好，就是晚上六点半到七点半这个动静，这逐工在吐，无一工无吐。到今麦阁查无出原因，是不是用棒符啊呢？是讲这符啊，敢放我会惊的，吼、哦！这符啊，敢放我会惊。而且这规工拢好好，啊，唔是啊咧困死啊咧，逐工从早上到下午六点钟无咧吐的，只要暗顿这顿有食，都有问题。啊，你无食，屁屁喘，血糖降低啊。要要食，食了就开始冰棒，咧吐。哦，所以若要讲课以前呢、啊，为七点十五到七点半，就是我咧吐的时间。每天打工，所以这段时间就是不可以吃，所以如果没功课我会比较快，因为没功课这段时间我不用吃，办法看吧没关系、啊、功课我就做功课，因为我如果没吃会皮皮出来，血糖降低，要吃就一定要吐，没有办法 啊什么原因不知道啊，到今天也是这样，还在医、啊、所以说我虽然有这样艰苦、哦啊，别人感觉袂出来啊，别人感觉袂出来，佮看咧输得真好啊，貌相咧介庄严啊，吼，即嘴唇都红呵呵啊，哦，看起佮讲笑啊，哦，哎，伊就我多个代志啊，因为哎大众生啊，你袂使讲，等下，我身体上介好时，我才安尼无机会啊，无机会，所以我已经发过菩提心啦、啊。哦，我愿代众生受无量苦，令诸众生毕竟大乐啊！哦，我会生会死的，也生也死，就是一定要从这个净土法门来普遍一切众生的心中，可以再不生死的可怕，一定要一心两分。安尼，到到我爸现你了，我至少你咪来甲我做念啊！是讲想要念想是也唔知啊，哦，对不？啊，因此讲发菩提心的人，一不会家己。不会为自己的着想，我也不说我一定要快乐，无病我才爬起来干净。啊，安尼我一定要等个死，因为我这病苦哦，你是要相信不相信？你半相信呐、啊？包括紫微斗数，包括看山的性命，佮包括去找通灵的，只要我会八字白了，讲这个人
破病爱破一世人，讲我，对，你要相信不相信呢？对啊，啊，所以修行力可能无够，业转袂过。啊，有影啊，为细汉的一直食药啊，高中人就开始艰苦，到大学研究出家到今嘛，没有一天不吃药的。你讲大病是没有，病小病是不断的。因此你讲讲你要做菩萨，你敢对谁讲我为了家己？不可以，所以人家师父啊，你太累了，休息一下。不行，就是要讲课，讲课就是要讲课，要上课，一礼拜弘法四天呢、啊，四天啊，几天啊？你要想看嘛？哎，为什么佛法你不先讲，你会搞变那些？所以这个是菩萨巧方便回向，你一定要好众生，这回向的是不为自己。哦，嬉笑众生，对不？我无求什么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七十九页第一行，按往下先说说，无量寿经三辈行中，虽修行有好甲差，莫不该发无上的菩提之心。这个无上菩提心就是是愿作佛心，愿作佛心就是度众生的心，度众生的心就是摄取众生生净佛国土的心。啊，那希望大家会当往生，所以是个愿生，这个极乐世界净土，爱发无上的菩提心，未使自私。啊，咱若无发无上的菩提心，只是敢来听来讲，啊，极乐世界真好，真快乐，我要来极乐世界享受快乐，安尼你未当往生。所以啊，啊，老人未晓讲，我唔再甲伊讲，哦，我若后摆成佛，要来度众生，一定爱加一句。咱若回向句，看无的人，唔捌你的人。啊，师父拢甲伊教讲，啊，希望我念佛的功德来，往生极乐世界，后拜成佛，必来度众生。你一定要讲这句话啊，你袂使讲，我要念佛，必来往生极乐世界，必来享受。嗯，安尼就袂当去啊，完蛋了！啊，极乐世界不是让你去享受的，是要让你好好修行诶。所以发菩提心，我们是安尼发啦。我后拜若好，那成佛我嘛是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，啊，甲成佛都袂痛苦啊，伊也像我安尼咧吐，嗯。没艰苦啊，所以是讲不求自心自持之快乐，要把一切众生的痛苦自持快乐，就是讲安乐净土是阿弥陀如来本愿力是所主持，啊，修乐是无间断啊，无间断啊，一直啊，一直快乐的所在啊，哦，凡是解释回向的名义，就是讲用家己的功德所积的一切功德来使一切众生共享福德啊，只有这个福义到经功德的回向。个功德，比如回向，对什么意思呢？回向，比如讲，咱家己做一个功德来回向众生，就比如讲一把火把，一把火把哦，这个较早人用这个火把，这个火把一点就照亮，那么你点燃了一切火把，这个火把还在燃烧，意思就是讲，我今天做功德回向一切众生，我记得离垢地都，但是我这个火把不但没有灭，而且使众生更大的亮度，就像这个火把啊、哦，因此咱呢念佛。拜佛，拢一直回向众生，功德愈大，功德愈大。哎，所以唔只讲愿意出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啊，上报四重恩，啊，下济三道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啊，进出一波心，同心极乐国。因为众生哦，伊袂晓，众生袂晓，伊咧修行修行，干呐回向一个尔，那拜拜拜拜，哎呦，不比阮孙哦，今日连课会调哦，伊将这呢大念佛的功德，干呐回向，然后因孙连课会调安尼尔，啊，你看我悲哀，干呐摕一粒钻石去换一粒金，干嘛敢管呢？所以，会修行，一定每天都回向，一定要回向，因为回向才袂自私。回向才不会自私啊！啊，啊，咱若无回向，必自私。啊，你不但不能往生，而且拼为个救，拼为个救。啊，那一旦苦恨众生诶，你就爱尽你力量去苦恨你四周诶亲戚朋友、老爸老母，啊是兄弟姊妹、翁婿太太，一定要尽量甲度咧，互伊信佛。啊，你功德无量啊！下面讲较方便者，是讲菩萨的愿意，家己的地位好，消一切众生的烦恼愁苦。就由于众生不成佛，我不作佛，而众生未尽成佛啊，菩萨已经依住成佛啊。救众生就是救家己啊。譬如火田田特一安田三生田田田特特特哈特啊特一啊安啊
天三生，天就是啊生活易燃之木啊，生活的是讲那点火啊，点火用的那个火木材啊，啊那个比较易燃的东西。那你讲起黑茶的对了，起黑茶，那那边起这大鼎灶，一定要先用这较高多的这起黑茶先给起的对啊。那么火田育栽啊，那么啊育栽的育取，这个栽就取一切草木稍令使尽啊。那车波要不要尽？火田已尽，那就灰烬已尽，就是讲你已经比别人较早醒悟的对了。以后其身而生仙啊，你以后的继续哎，当连续啊接下去燃烧。啊，神仙就是讲，但是自己的辛苦一定要先修，就是讲你要让众生幸福，你就讲哦，回向给众生，希望众生成菩提心啊，发菩提心，幸福多，你自己就比较早幸福了。就是这火苗一燃烧，点起其他众生，那么火苗一定先烧尽。你讲咱自己发愿，希望别人幸福，那一定比众生较早幸福，无自私嘛。故名靠方便，初中言方便者，为作愿摄取一切众生共同成彼安乐佛国，彼佛国就是毕竟成佛道，得了无上的方便呀。倒数第二行，离菩提众，离开菩提的众啊，那发菩提心，但是呢，离开一切障碍，离开一切障碍。公菩萨如是贤弟回向成就，即令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法啊！以菩提门互相违背，那就是不太好了。对啊，是依智慧门啊，那来按照这个智慧门，那无为着家己求快乐，来远离我的心贪着自心故啊，讲低进啊，消退。第一件就是在得意的时候，哦，我们应当知道，啊，或者是在顺境的时候，那他应该爱按怎用功，守退，提供在失意的时候，在逆境的时候，应该要保守好，啊，所以讲这个为这句话的意思啊，就是跟孔子讲的是说这个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所以君子啊，安住在贫穷，但是小人一穷，那么就乱作胡作非为，失去的那个真正的啊，这个君子真正人的啊，这个该守的这个道德仁义。是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所以低进啊，修退，这就是智慧啊；所以低空啊，无我，这叫做慧啊。所以依照第一个是不求自己的快乐，按照第二个伊就当远离这个我心的贪着这个辛苦啊，都袂家己感觉讲真伟大。所以啊，讲话还是要谦虚啊，保守。第二就是依诸比门，把一切众生的痛苦远离啊，无安的众生的心，无安咱这个众生的心拢无安。无安就是烦恼，我们的心唔捌真一天过个真平静，有钱的烦恼有钱，无钱的烦恼无钱，有安的烦恼安，啊无安的烦恼嫁不出去，哎，那要嫁嘛，肯定要唔嫁嘛是真烦恼啊，所以在你迄落啊，人无人要甲咱，无人要甲咱娶啊，有人要甲咱娶啊，嗯。不可叫做主啊，以乐叫做彼啊，啊以主故，所以把一切众生苦；以彼故，是远离无安的众生心嘛。不可叫做主啊，可以快乐叫做彼。那么为人是讲，把苦叫做悲，以乐叫做慈啊，这个都可以了啊。那么以慈故，就把一切众生的苦，以的彼心，所以远离的无安的众生心。好，一旦好就好，众生无安的心嘛，来远离三者。所以方便门里面一切众生的心，远离供养恭敬自心心故，正的叫做方啊。外极就是忘我了，一切无自私了。外极把自己啊置之度外啊，叫做变。那你的心正的啊，就是方，我大公无私，叫做变。
就是按照正的果，所以生怜悯一切众生的心啊，因为无自私，因为外己把自己置之度外，所以得远离共用恭敬自心心。这叫做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啊，就是以智慧、以慈悲、以方便，远离一切障碍。再来的顺菩提门，讲菩萨远离啊，如是三种菩提门相违法，安尼就得着三种随顺菩提门法满足果。何定三种呢？得着无量清净心，以不为自心求其快乐。菩提是无量清净处啊。啊，那是为的是辛苦的求乐，安尼是为菩提，所以是无量清净心是顺菩提门。第二，安清净心是依拔一切众生的痛苦果。安清净心，讲菩提是安稳呐、啊，一切众生的清净处。这个安稳就是讲不能恐惧呀、啊。这个安稳就是讲不要让众生有恐惧感，不要让众生。有失落感、失望的感觉，安稳的是说不要给众生绝望，给众生希望，给他希望，给他快乐啊，给他快乐，安尼。所以啊，安稳一切众生清净处，若不作心不一切众生离生死苦，得为菩提。所以把一切众生的痛苦，这叫做顺菩提门。三者讲六清净心，以令一切众生得大菩提果。哦，就是讲一定爱护众生，往生极乐世界，所以念诸众生成彼国土。哦，要令一切众生要得大菩提，那么成就众生往生极乐世界。哦，那么度众生，那无能力啊，没有讲我无能力谈度众生啊。哦，我看过经典，我甲大家讲。啊，什么上重要？念佛上重要。什么上重要？往生极乐世界上重要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往生极乐世界，最大的愿力、最大的这个最终的目标，你就是要成佛。哎，你若无成往生来讲，你要按照的得大菩提呢？所以菩提是毕竟的常乐处嘛，菩提是最究竟上界快乐的物件嘛。啊，若不能一切众生得到毕竟的上乐，那么就为菩提门。这毕竟上乐以何离得啊？啊，以什么离得啊？以大圣门，大圣门就是彼安乐福国破事啊。是故有个讲，以念诸众生啊，成彼国破国啊，念诸众生成这个极乐世界。那是名三种随顺菩提门法满足应彼啊，一面讲向说智慧啊，慈悲方便三种门。啊，智慧门、慈悲门、方便门，这三种门是立出破戒，就是啊，包括这个这个破戒智慧，破戒立出方便啊，应对立出还是啊，这个破戒是包括这个方便门啊，应该怎样？下面讲破戒是什么意思呢？讲破达如之慧名，通达真如智慧之名字，叫做般若达如。如己不动，二六十中能过离一切相，保持不生不灭的不起心不动念的无念清净心，这个叫做达如，这不容易，这个大彻悟的人，哦，这个才有般若的大智慧，一般人叫做小智慧啦，啊，了解一寡佛法啊，啊，小看一点仔功夫啦哈，方便者就是通权之自称。通权的通方便，没按照方便度众生啊，没按照利益众生啊，他有他的一套办法啊。所以达如就心行即灭，你要通达进入本性，你一切心绝对即灭，不生不灭，绝对无起心动念。所以通权则备审重机，你要通达方便善巧普度众生，那么你就具备了观察了解众生的根基。被审，这个审就是了解，就是观察。通权利啊，你那达如的通达进入本性，你的心就不起心，不动念。你那通达的宽靠方便，那么你就集中了观察，了解众生的根基，就是被审了、啊。这个审就是了解呀、啊，啊，观察。审机之智，应被应而无知啊。
审机之智啊、哦，就是讲观察众生的根基的智慧啊，也那么预备啊，应而无知，应就是啊，反射一切众生啊，应一切众生的要求，但是并没有分别心，而无知就是无知，这个知就是分别。啊，所以审机之智被应而无知，这意思是讲。观察众生的智慧是随时准备好，能够反射一切众生的需要而没有分别心。那么极灭的智慧是无知而被审，是并没有分别心，但是当下就具足了一切观照的能力而被审。所以言即地位方便啊，那么上言离动，上言离经，动不是经，地位是功呀。啊，这种情况头前不在意啊！啊，这向缘而动啊，这个、外缘而动，向缘而静，还是讲外缘是静的，动亦不是静，就是讲进入的本性本体，动亦不是静，这就是有智慧。无论外口的境界安怎，你拢保持这个清净心、安详的心态，如不动啊，所以静不会动，静你不会这个动啊，方便之力。啊，动了不是静的智慧的力量啊，因为静了不会，不会就是没有忘记这个动，你有极静法，但是才会产生这个动态的妙用。你不动，你怎么能度众生呢？这个牟尼佛行得了，嘛不是天天坐伫个菩提树下，是方便之力呀。是个智慧诸比方便，立诸法界，法界的立诸方便，立诸方便应该怎样？这个的因地。地位方便、啊、是菩萨无谬，那么依照地位方便，菩萨法就不成就。何以故呢？那么地位啊，啊为众生的时阵就颠倒，那那无地位啊，为众生就是忙于众生、啊哦、我们就自己起颠倒。哎，那那无地位，我们躲众生啊，自己就先颠倒了。啊，叫人不能执着，自己比别人较执着。啊，叫人不贪，比别人较贪。啊，是忙，就是为众生时，就忙于众生的时候，折堕颠倒，哎，对的就颠倒。啊，那么方便化来观这个法性平定的时阵，就证的实际，实际就是偏入空性。啊，就证实际，啊，这哎怎样？那么方便啊，没有方便善巧的智慧观法性的时候啊，啊，那么就会证实际，就落入空性啊。啊，所以还是要方便善巧的智慧。是故应离，也能讲啊。所以相说远离哦，客气所动的万离哦，那你心那不贪着诸心，万离不安的众生心，万离供养恭敬诸心心，这三种法，万离众菩提心应该怎样？讲诸法各有障碍啊，就是风会当障碍这个经，土会障碍这个水，哦风。对，叮当吐对，中啊！这水音湿淡对，中啊！这个火音啊，我恶恶就是我恶啊！杀生偷盗邪淫妄淫饮酒，湿恶的十二业，障碍这个人天啊！是啊，过来的是世颠倒，世颠倒是无常为常，无我为我，不净为净，以苦为乐，名就是世颠倒啊！以无常为常，以无我为我，以不净为净，以苦为乐。啊，这四颠倒，这心门的各位，初中三种不万里，会障碍咱的菩提心，应该怎样？若欲得无障碍，当万里这三种的障碍。下面啊，讲差不多啊，所讲的无污染心、清净心啊、安清净心、乐清净心这三种心啊，第一无染清净心、安清净心、乐清净心这三种心，立一处成就。啊，念一处成就，妙乐性真心应地啊，里面乐有三种，一种就外口的快乐，世间啊，目睭啊，耳旁所听的目睭啊，啊，看看电影啊，看看快乐的表演啊，五事所生的乐，那外乐啊，这个不乐了啊。第二的内乐，就是外道修禅定的初禅、二禅、三禅意识所生的乐，就是说啊，没有这个外境，使内在里面觉得啊有定。第三叫做法乐，以法为快乐，就是咱今嘛学会的人，智慧所产生的快乐。这智慧所产生的快乐，就是爱佛，爱佛就追求佛道，
啊，爱佛自己啊，希望成就佛道所起的功德啊，是远离我的心啊，远离无安众生的心，远离我就是我慢啊、我见啊、一切恶念执着的错误，哎，我叫做远离我心，远离无安呢众生心啊，远离诸供养心，是三种心清净精进，为色为妙乐信心，妙言之好啊。啊、哦，以此乐来演佛性果，啊、哦，以这个乐言呐、啊，啊，所以佛的三心性言讲，性出三界中的快乐，性是讲性出三界中的快乐，啊，所以这个圣啊是妙乐圣啊，啊，这是真心，是真就是不虚也不颠倒，啊，所以那学佛的人是世间上快乐的人，本来。愿书成就，讲如是菩萨智慧心、方便心、无众心、性净心、灵性清净佛国土这五种啊，应比者应该知影这四种清净功德，令得生彼清净佛土，就是智慧心、方便心、无众的心、性净心啊，四种功德到最后的难生清净佛国度。非是他言而生，还是自己的清净心而生，不是他言，那是自己的清净心理心。这四名菩萨摩萨随顺五种法门，随顺五种法门所作，随住在成就啊，如他多所讲的心业、口业、意业、地业、方便地业，随顺法门，随住在意思是讲这五种功德力会产生清净的佛国土。出发住在新业者礼拜，口业就是赞叹，意业作观啊，地业就是观察，方便业就是回向。他多这基本为头到尾拢讲啊足清楚。所以言如果种业合合，就是随顺往生净土法门住在业成就，理行满足。讲过五种门，渐次成就五种功德，因为这五种呢，第金门，第大慧众门，第三窄门，第四乌门。第四节园林游戏地门，这如来的如金的了，头一个如金，第二大会众门，第三窄的进入啊，最后的进入屋啊，最后就是在园林里面游戏，后面讲得很清楚，好不得细呀。讲这五种啊，实现啊，立出处地上，立上中初级净土是根上啊，这就咱。到极乐世界的镜像，你这个大圣正定啊，的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么你这净土了，就是你这个如来带回众所。你这个众所了，那修行安心之体。哦，那你这个体呢，那得修行所带的处，修行成就啊，当即教化地，教化地就是菩萨啊，主至于乐地啊，感觉真快乐。所以是个出门啊。出门啊，啊，就是讲最后园林嘛，啊，园啊，啊，公园啊，啊，这个大家后后花园啊，游戏的所在，这是表示多众生啦。下面就说明讲，这五种门，初四种门是成就立功德，第五种叫做成就出功德，一种是立功德，一种是出功德。讲出立出功德是安怎解释呢？下面讲立第一门啊，立礼拜阿弥陀佛。啊，来往生极乐世界，得到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名叫入第一门。啊，拜佛，你得当发愿往生佛国，这是初功德上。入第二门是以赞叹阿弥陀佛，随顺名义称如来名，以如来光明地上修行果，所以得入大会众所是名入第二门。以如来名义的赞叹是第二功德上。下面讲的第三门，就那一心来专念，来化观往生，修这个摄摩他，那是定啊啊，极静的三昧，三昧就是正定啊，来让得入莲花藏世界。这个莲花藏世界都是菩萨的世界，这不是凡夫的世界，是莲花藏世界，就是修无量功德才有办法，菩萨大菩萨庄严的，这是华严经讲的。莲花藏世界，这是华严经讲的。当然，我们凡夫还没有办法，只有你往生极乐世界，你才有法度。哦，你这个莲花藏世界，
是名入第三门。下面讲为修即证至果，一心愿生彼国，是第三功德相。入第四门者是以专念来观察彼妙庄严，修即毗婆舍那啊，毗婆舍那就是智慧呀。啊，这个色摩他就是定，毗婆舍那的慧。第二彼处受用种种法毗罗，是名入第四门。啊，种种法毗罗，毗婆舍那中就是啊，观佛的国土清净味啊，清净一切清净，十七种拢清净。入受众生大乘味，入去到极乐世界，大家拢变成大乘的菩萨。毕竟主持不虚作味啊，毕竟主持的是阿弥陀佛，以不虚作的，不是白费的，他是愿力所持。啊，毕竟住持这个极乐世界，所以啊，类似起行啊，依照这款的殊胜起行的愿出佛陀味，犹如是定无量庄严佛陀味，所以叫做种种种是第四功德相。过来出第五门，就是大慈悲观察一切苦恼的众生，适应化身啊，搁等下娑婆世界生死的烦恼当中。游戏神通，那菩萨的是菩萨时间，拢叫做游戏神通。为什么伊来到这娑婆世界，就像咧佚佗咁款呢？所以至教化地，以本愿力归向国啊，名叫做第五门。下面讲是应化身者，亲像《法华经》《佛门示现》之类啊。佚佗有两种，第一就是自在的意思。菩萨咧多众生，亲像筛咧捕，这个就是抓捕捉的意思。捕鹿就是捕捉。塞的两只的龙啊是足简单，所为不难呐、啊！啊，如是游戏，轻轻的佚佗的啦！啊，菩萨的多众生轻轻的佚佗，赶快呐！啊，简单功能过啊，你都入啊，太厉害！第二就是多无所多依，讲菩萨观众生毕竟无所有，虽然多无量的众生，你是无一众生的别道，是多众生轻轻的佚佗，所以本愿力者是是菩萨一发心中常在三昧。离现种种的心，种种的神通，种种的说法，拢是以本愿力。譬如阿修罗的琴，虽然无啊没有鼓没有打动啊啊，但是音乐自然。阿修罗的琴并没有弹，但是音曲自然，真好听。是名教化的第五功德门。下面讲菩萨入四种门：自利行、成就、应知。成就就是自利满足。应知就是应该知影有助力，所以令利他啊，非是不能助力而令利他，哎，令咱家己利益家己啊，才会当利益一切众生。所以菩萨出这第五门啊，回向利益他行成就应知，成就就是以回向的因证得教化的结果啊。咱回向啊，咱的助力啊，是利他，拢回向，拢回向，哎。到最后啊，教化第个就因就果，无一事不能利他。应知者是应知有利他故，就能助力啊，非是不能利他，理能助力啊。啊，你利他，你就是助力。哎，所以菩萨都是修无量门，助力利他，速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讲佛说的法，名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以此得菩提，名叫做佛。即马讲真紧的，定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得早做佛啊，啊，提前做佛啦。阿、啊、名叫做无，耨多罗叫做相，三名叫做正，三叫做片，菩提叫做道。啊，简单讲叫做无上正片道。啊，阿耨啊，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翻译成中文叫做无上正片道。也叫做无上正等正解。为什么讲无上呢？佛了是道穷理尽性啊，佛的这个德是已经尽了，一切本性的物件拢清澈澈啊，所以更无过者，无这个比佛较高呢。何以言之呢？为什么来讲呢？因为一讲嘛，有正正的智慧嘛啊，所以性地的如花相的地啊，可以清，所以叫做清净地。那么发性是无相啊，所以性地是无地啊。那么偏有两种啊，偏什么偏呢？无相净偏到这个偏里啊，是两种偏啊，偏得圣心偏之一切法，
圣灵的心就了解一切法。第二，法心是遍满法界啊，肉心就心无不偏呀。啊，不是像咱这众生啊，哦，干那把一点么子辛苦呢？啊，规工在你接到这个辛苦啊，道就无障碍啊。经典讲是方无碍人啊，一道出生死，这一道就是无障碍道。无碍就是知影生死，就当下就是涅槃。啊，如是定不离法门，无碍相。所以咱后摆应该研究就《维摩诘经》，《维摩诘经》，《维摩诘经》是一部很棒的经典。啊，不二法门，烦恼当的人来看这本。哦，精进的解脱，不二法门，维摩诘经啊。所以这个佛光山的不二门，那么就是揭露这个维摩诘经里面的不二法门，就不二门。啊，就维摩诘经里面弄功不二法门。问乱，从有何因缘缘速的啊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答：论功修果，我门的行，以助力利他成就。然何求其本？何就是推的意思。然，但是我们推求它的根本啊，来推求一根本。阿弥陀如来是精神为精雄言，他利即以利他啊，谈有左右，共修道求品跟价求品。那诸佛来讲啊，爱讲利他。那么在众生来讲啊，阿爸讲他利呀，把人得到利益个。现在将这个淡佛的力量啊，是过以利他来讲，要知道，要知道这款意思。凡是往生给了世界净土的人，以及啊，那个比菩萨临天所起的诸行，拢是借着阿弥陀佛如来本愿力故，皆缘就是借众矣，皆缘就是借众矣。讲比及比菩萨临天所起诸行，该缘该借当。借重于阿弥陀如来的愿力本愿力故，所以说呢啊，那那无佛的佛力，佛发48大愿啊啊，便是涂色白白的发愿，就涂色白白的施色，这涂色就是说啊，虽然发48大愿没有什么啊，没有什么作用，就涂色啊，所以今地取三愿，地取就是专门啊，专门出现三用三观啊，用这个来证明这个道理啊！我那里讲，讲我那地府十方的众生，自心信奥，欲生我国，那边的往生的这个世界，乃至十念，若不得生者，不出境界啊！一只要你命中，听到神地是开始，只要念我十念，那无来往生到我这个世界，我不出境界，为的五业毁谤正法，一至五业佮加上毁谤，当然也不可能往生啊！啊，伊嘛要叫念佛嘛，嗯。啊、哦，缘佛的观念故，所以是念念佛变的往生，的往生故，所以这边三界轮转之书，因为无轮转，无轮回，这轮转就是轮回啊！啊，安尼的地速一静呀，就真紧呐！啊，所以得数啊，就一证呢，就第一种证明，伊拢总三种咧，下面讲啊，第二种证明验缘，我那地府国中的临天不住正定句，正定就是不是邪定啊，跟不定句呀、啊。正定寂就是必定成佛，那么正定寂一定是大圣啊，发菩提心的啦，所以啊，不退转叫做正定呢、啊，那是必定灭道，不出境界啊，啊，言佛的观的果住正定寂，所以指的正定必定是灭道，无诸回复之难，回复的是退转，没有退转之灾难。啊，回复为公哦，我已经进你大圣，又跑到小圣来，又退失这个菩提心，没有这个灾难，所以得数就很快。对，第二证就是第二种证明啊。讲来讲去，拢往生就对了。愿讲，我来得福他方佛土，诸菩萨众，未来往生我极乐世界，究竟必是一心佛主，一世的人都会回到顶个菩萨，补处就是等觉菩萨。第一本愿主宰说法为众生故，所以披这个红饰铠啊，红饰铠以发掉金多爱色观，红饰的是大誓愿，铠就是战袍啊，战袍不畏啊，不畏困难呐、啊，如披战袍，一人以万人战呐、啊。所以人咧讲讲修行人如一人以万人战呐、啊，一个人甲一万人咧战争啊，欲望太强嘛。所以这类德本，度脱一切有诸佛国，修菩萨行，
供养十方诸佛如来开化行菩萨无量的众生，使得无上正真之道，超出上轮诸地之行啊！现今修习普贤之德啊，普贤是十大观呐 啊， 啊，那些大势至菩萨内容圆通章啊，我们就要研究普贤横愿品啊。普贤横愿品，我常常称那一部经叫做修养的圣经。你那么修用后，你就看普贤横愿品那个十大愿望，你看人菩萨按怎修用呢？所以我常常称这普贤横愿品叫做修养的圣经。咱一个人一世的人，万要修用后，就一定要研究这个普贤横愿品。那菩萨是按怎尊重众生，是按怎赞叹众生，以及不是咧请咱这凡夫的跪啊等脚啊多，些块代志咧磕掉的拢未通啊，你就不理解，不出正觉。缘分的观点高，所以超出上轮诸德之行。现前修习普贤之德，以超出上轮诸德行故，所以得说紧紧啊，三正的是第三种证明。三正是第三种证明啊，依说你推他的，他的就是佛力为经上言，德不然乎？难道不是这样子吗？所以当复引力啊，来实现主力他的个相。譬如那哪？那那恐惊对三毒啊，来修这个修持这个戒律，那修持戒律，一直三行禅定，以禅定故，所以有神通，所以因为神通，会当有数天下，如是顶明，叫做主力，力量较差就对了。犹如列夫，就是讲啊，较差的人，列夫就是能力不足的人，跨如不上，得徛一只里也徛不起啊，连徛一只里也都徛不起呀、啊。现在这个列夫较差的众生啊，从这个转轮圣王啊，一借的这转轮圣王所坐的车啊，一对当遨游虚空，游视天下东南西北，无所众碍，如是顶名啊为他列。你看，咱今摆拢嘛借了他列，比如讲咱人啊，坐飞机啊，台北到高雄40分钟，你看你来家己行要行几时啊？对不？我坐飞机啊，坐迄个公共号诶，坐迄个巴士啊，你看看偌紧。今嘛，你那借的这个譬如，你就知影啊，借的他力啊，力量是大的不得了。所以一再后之学者恭敬恭啊，后来学者闻他力可乘，当生信心的物质积分也啊，一再就是众生啊，唔通安尼骨气啊。将来老修行的人听到阿弥陀佛给人接引的力量，可乘就是他力可乘的，借着一百种力量，阿弥陀佛的力量，一旦可能挖去。爱行这个信心，物自局分，局就是不要自己画地自限呐、啊，不要把它自我分别，不要画地自限，认为不可能的事情。自局就是不要限制在自己的观念里面，自局局就是画一个圆圈，自己束缚在里面，就是自局啊。阿宾，功不良修修得喽啊，优不敌色，愿生具劣劫意境。啊，讲无量寿经，优菩提色就是论无量寿经论啊，愿生俱烈解意境啊。一边讲经的开始，经典的开始称如是啊，就是彰信为能入，彰的是显，显这个信能够让众生入啊。最后说奉行，表示服从，福音就是服从。啊，服从这个事项，论出论的开始，就给它归类，归类就说明宗旨是有根据的。啊，一开始这个论这种归类，是说明这本论是有一个宗旨的，有所根据的。宗引的到最后的论点啊，意境的义理结束，这是表示所该说得力了。必就是解释，世所全理必表示说该谁得力结束。著作人书，著的是著作的人，是每一本每一本都不一样，书就是不一样，一字成立，这个又是一个例子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一本论一本论，每一个人写不同，就著作人书啊，著作的著作的著述的人，著作的人是不一样的，这又是一个例子。好，我们翻开来啊，这个黄符啊，这个什么纸袋啊，这个啊，二十九页啊，第二行啊，
这阿弥陀佛，这个正觉阿弥陀佛，这法王善住持，住持什么意思呢？住持者如黄湖池子岸，千年更奇啊。那么这个我们这个三皇金叶呀、啊，啊，传这个 fax 给师父啊。那么这个是中山大学的教授按的解释的哈，因为这块物件不是读文学的人没有办法，所以一句言我传真来，那么那他负因果哦，他负因果错了，他要负因果。我不负这个因果，因为我叫一传真来，一手都该写啊。如果需要再改的话，我们来再改变。佛教不怕错，就怕不改过。讲经说法的话，师弟嘛，没在讲过，唔办你的给办，也不可以这样子。知之为知之，不知就是不知，这是学佛可爱处。哼哼，哎，我没在讲，我唔办，我别讲，我没在，那不，搞到最后，我会爬到地狱去。这个黄湖。黄湖是你先记住一个鸟啊、哦，黄湖是个鸟，子安是一个人的名字。好，我现在讲这中山大学诶，这个教授哈，讲的哈。那么我感谢一摆你听啊，法师来是感谢你听啊。绵三点水，在一个乞丐的丐，但是又不是丐啊，乞丐的丐，但是又不是丐啊，诶，绵水。绵水啊，啊，出于灵阳山下，你注意听师父讲啊，出在灵阳山，你是讲灵阳这个灵，中山陵的灵，阳明山的阳啊，这个灵山啊，这个灵山下啊，叫做这个绵水。那么经过这个灵阳县，中山陵的灵，嘉陵街的灵，阳明山的阳，经过这个灵阳县的西边啊。又改变一个名字，叫做玄溪水，旋转的玄溪水啊，玄溪水。那么今天的开西公这个故事，讲咔嚓，这个灵阳县呢，有一个叫做独子明，独子明是一个穴底下在一个脉。好，我们的这个穴，洞穴的穴，独子明啊，儿子的子，光明的明，这个人，灵阳县咔嚓。啊，也灵阳县，我就给他独子明这个人，一跌这个玄水啊，玄溪水中跌着这只白龙啊，这个白龙是什么东西？他没有讲。北谢个北啊，出谷后头连个连，白龙，一跌着这只白龙，因为一不灵心个台，所以一个个奉行的跌，讲这个独子明啊，一个跌着这个白龙，个放得等于呢。那么这个白龙啊，为了感应啊，三年了后化作一般人来迎接这个子民，来迎接就是上这个灵阳山上，成就仙道，就是要成就仙的一感应呢、啊。所以这个白龙不是普通的物件，三年了后伊化作一般人来接这个独子民，去这个灵阳啊，灵阳山上成就仙道。那个灵阳山呢、啊，是离地一千余丈啊，就是完了啊。那你讲啊，真悬就对了。下面讲又过了一百多年啊，这个子明啊，子明独子明叫，叫个山脚的人来到半山腰，哦，来到半山腰，因为是山顶，就甲伊讲啊，讲咸水溪较早伊咧钓白龙的所在啊，哈、哦，啊，咸水溪附近住着一位叫做子安的人，啊、哦，拜托你甲问这个子安，当年啊，哦，这个独子明。钓的白龙的那个钓具还在吗？我过来解释这边啊、哦。那么这个白龙啊，这个从这独子明去山上啊，经过一百多年，这独子明就叫这山脚的人来到半山腰，就甲伊讲，讲你去这咸水溪附近有一个住一个叫做子安的人，你甲问看嘛。讲当年独子明钓的那只白龙的钓具还在吗？过了二十年了，子安往生了，死了。子安往生呢，是山下经常啊，山卡经常有这个黄鹤啊，栖息在这个木上，常叫这个子安，子安，子安，安呢，子安，这意思就是讲欲度子安成仙的意思啦，啊，欲度子安成仙的意思啦。那么另外一种解释，是讲啊，这个玄溪啊的附近啊，这个地方啊，来告诉这个子安啊，一共有一天有个回来的了。啊，所以问子明这个钓具还在吗？啊，后来子安死了，黄鹤、啊、常常叫这个子安的名字，所以啊，这个子安就随着子明成仙去。所以讲有千年更起之宜，千年就是人死了以后
还会再来转世的意思。那么单单讲的是善住时哈，我现在用我讲的这意思就是，哎，我现在你就要你翻开29页啊。这住持黄湖持子安千年更吉的是讲黄湖，这是一种教啊。站在子安的已经死亡的子安的墓碑啊，经过很长的时间，一样可以使他复活，一样可以使他转世。甘丹贡哦，前年更吉的吉还有转世的意思，意思是这个住持是不灭的意思，这个典故就是不会灭的意思。简单讲，黄湖池子安两个都是成仙道，那么千年根基经过一千岁它还是存在。简单讲，阿弥陀佛住持极乐世界永远不灭啊。A 兵啊，姨母念池子，这个姨母念池精血不坏啊。那么姨母念池子精血不坏，这个血就是冰冻之水啊，这个喜悦老母啊啊，为着要念伊个囝，这个囝去，这冰冻啊冻起来，但是因为余母啊念这个侄儿子的亲情啊，这念力啊，这个念力很强，所以可以持续被冰冻的这个余的儿子，那么告告这个解冻的时候，余还不会死，又复活起来，哎，这个也是说不坏的意思，不坏的意思。29页最后一行。咸沙子带为香味之方，一直讲三国时代，因为渐渐缺这个粮食啊，缺这个粮食的时候，这士兵啊都每当渐渐的时候呢啊，这个将官啊，伊得将这个布袋装沙啊，表示讲我们的食粮战粮啊还很多，叫这士兵啊爱提起精神打仗，表示讲粮食要真多嘞，就对啦。哦，所以是悬沙子带是安慰的一种方法，安慰的一种方法，还是或悬沙子带为香味之方，就是用这个布袋堆沙和士兵当作是粮食啊，提起打仗的意愿，这个都不是师父找到的资料啊，这是我们三皇今夜这个菩萨传真来，师父很感谢他，那么因为真的不法懂。没有这个教授，我们实在找不到这个地方。那么从唐朝以后，哦，就很少用这个典故了。所以啊，师父也很高兴。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。让佛法注视普利有情，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。希望大家发心，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。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，十化为百，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。高雄文殊讲堂。